吃雪糕了。武桐，哎，武七、思荣，你们愿意跟武桐分享吗？我要，我现在就把这个雪糕拿给武桐。周末愉快，我的都是我的。思荣，你被我喂了。唐武桐，是谁惹你生气了呀？你是谁？我是愿望熊。愿望熊不就熊大吗？什么熊大？俺是熊二，你在这样，俺就不帮你实现愿望了。实现愿望？那你能让思荣消失吗？你确定这是你的愿望？确定。许愿成功。都是我的。那你能让思荣消失吗？许愿成功。武七，你看到思荣没？思荣？思荣是谁啊？思荣是个大笨蛋。你们看见思荣了吗？什么思荣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没啥。武桐，你的作业还不写呀？什么？你作业还没写完？小武，你别对武桐太凶了。行了，你别管。你还在这干嘛？快点写。七也是坏蛋。哟呵，熊二再次出现。愿望熊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消失。我就是喜欢你的性格，愿望必须实现。一起玩了。熊大和熊二的故事。愿望熊，你给我出来！呀呀，切个蛋！今晚干啥？我想让消失的人都回来。许愿成功。我们不是在虚空吗？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忘了告诉你，连续三次许愿，许愿的人会消失。变成人的感觉真好。谁？你们几个谁偷吃了我火龙果？大油桶！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说，是不是你？他怀疑我，他怀疑我。十几年的姐妹情，你居然怀疑我？不是你还能有谁？难道人与人之间连几百个亲人都没有了吗？况且我还在减肥中，我怎么可能吃这么高糖分、这么好吃的东西呢？十几年的姐妹，这太让我心了。逛超市倒舒服，一买单比谁跑的都快。我不是回来做饭了吗？对呀、我要清点我的战利品。谁叫你跑那么慢？快去做饭、我都饿了。那你去做吧，我还要追剧嘞。对呀，你们每次都这样。 Later。 妈妈，你陪我去买东西嘛。好，三叔叔陪我玩嘛。呀呀呀呀。刚放假、你想啥呢？对呀、你怎么了？他醒了，他醒了。你醒了呀？他想干什么呀？你别乱来啊，他有老婆的。什么时候去亲你啊？他是要咬你。怎么办怎么办？蓉蓉快救我。你别怕，看我的。让你咬，让你咬，让你咬！不服气是吧？唐三，你快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快看！有这么臭吗？大光头，好笑吗？晚了，瞬移。大家都一样，王八比小乌龟。奥斯卡，他们欺负我。好，我帮你报仇。要不把奥斯卡也摘了？我拿去买。哎呦我的妈！
来来来，今天看一下小五的关头。嗯，豆子，你干嘛？没事，开个玩笑嘛。谁拿了我的假发？在这里呀。何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你别笑，大光头。用这个手机可以接到20年后的你打来的电话。哇！送给你了。这次怎么这么大方？喂，我是20年后的你，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写字啊！你说，晚上小五叫你吃吸管，你千万不要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啊。三哥蓉蓉，快来吃西瓜，冰镇的，可爽了。晚上小五叫你吃西瓜，你千万不要去。哦，我不想吃。嗯，那你真好吃。嗯。哎呦，这瓜不对劲。嗯。小五，你快点，我会坚持不住的。肯定是西瓜的问题，早上就告诉他们。你说的太准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不要玩游戏，对小五好一点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喜欢玩游戏。你听我的就对了。还有，不要藏私房钱。啊？这也太难了吧。啊，对了，我20年后发财了没有啊？没有，你的私房钱全被老鼠吃了。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这个计划关系到三哥的未来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嗯。不要被这个手电筒照到眼睛，否则会被催眠的。给我玩一下呗。不行，这可不能随便玩。有这么神？你照我一下试试。哎，哼哼。给我手电筒。好的。三哥，别玩了，吃饭了。哦。叫不动你啊？怎么，请不动你是吧？我不吃，我要玩。那我把饭给你送过来吧。不用了，我腾不出手。不用腾出手，我喂你呀。小五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啊，游戏让你感动的是你，付出私房钱。我是蓉蓉，我是小五，我们改吃糊涂了。我试一下，敢打小五？你吃了啥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反击，必须反击！这样不好吧？你可以的，加油！我一个月给你20块钱零花钱还不够吗？真是的。不什么不，意思是我不对了。是奥斯卡。奥什么卡？敢做要敢认。那钱是奥斯卡扔的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给我机会呀。你的意思是说我错了？不是，我错了。行，我有一计可以帮你报仇。蓉蓉，奥斯卡把你口红弄断了。蓉蓉，你给我解释。